台湾跟马来西亚的大厨在台北举行素食 PK， 大厨以巧手把大人哥跟幼青姐变成了果雕的主角。还在比赛的师傅，给他们一个加油的掌声吧，谢谢。素食厨神 PK 赛，一刀一刀仔细雕琢，栩栩如生的果雕作品呈现在眼前，看得出来这是谁吗？在师傅的巧手下，瓜果变成了偶像剧主角，帅气的大人哥神灵活现，而幼青姐的美丽线条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。短短一个小时，大厨们拿出看家本领，不止果雕秀精彩，比美味也要比创意。可以啊。场上选手专心料理，一旁的民众也目不转睛。厨艺赛战得火热，师傅细心装点摆盘，每个细节都马虎不得。无论是番茄的摆放位置，还是蔬菜的选择配色，台湾和马来西亚大厨各显本领，厨艺交流增添不少创意亮点。中央新闻综合报道。